여기 소개팅이 나와 남성에게 황당한 요구를 하는 25세 중국 춘장녀가 있습니다. 我们那边彩礼的话应该都是20万左右. What? 我今年25岁，我是来自贵州贵阳，然后我的身高呢是1米58，我现在的职业呢是小区保安。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当中啊，接触的不管是同事啊还是业主，都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都没有我这种同龄人。我呢我在我们公司的年纪是最小的，我的同事啊他们都是60-70岁的大爷。择偶要求还挺高，没车没房别沾边。租房，因为结婚的话。 住房肯定要有，月薪的话至少要15000以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女保安来相亲，月收入2500，却要求对方年薪100万。我第三个要求呢，就是年薪100万，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说至少要100万以上的这个才能够保证这个生活的品质。但是我觉得100万的话，其实也过不了什么好的生活。你现在一个月收入大概多少钱？我现在一个月工资是2500，然后呢偶尔加一下班的话是可能有2000。 6000-7000，你自己赚100万，你觉得难不难？我觉得不难。那你为什么没有赚到100万，只赚了2000多块钱呢？那我现在只有2000多啊，但是我以后的话，以后有100万的呀，100万是最基本的呀。 결국 남자가 100만 위안을 벌어오면 그게 전부 자기 수입이 된다는 소리군요. 아무튼 중매자는 춘장녀에게 100만 위안을 벌지는 못하지만 월급 1만 위안을 버는 성실한 청년을 소개해 주었습니다. 그러나 남성이 성에 차지 않는 춘장녀. 虽然说还是达不到我的要求啊，但是看着他的那个形象有点憨憨，挺可爱的。一小姑娘为啥要去当保安呢？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做保安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话也挺好的吧，也比较轻松一点。女孩子嘛，然后的话，我感觉我也没什么追求，就是吃饱喝足就可以了。分析一下吧。 分手吧。对方太小了。什么？小。哦，你是说年纪吗？瞬间变得奇怪起来，怎么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年龄。年纪比较小吗？必须要说呀。那我说小一点可以吗？你实际上多少嘛？实际上24岁。你不是报名跟我说你25岁吗？我是跟他的年纪。你实际年龄是20岁。对，我是跟他年纪比较大，大个5岁啊。 알고보니 이 춘장녀 나이까지 속이고 나왔네요. 남성은 짜증나 죽겠는데 자기만 좋다고 꽃단장을 하는 춘장녀. 그리고 드디어 남성에게 자신의 요구를 여과없이 드러내고 있죠. 我们那边彩礼的话应该都是20万左右. What? 이뭔 개소리야? 我那边还贵啊，那边才6万6万吧，最多也才10万块钱啊。 应该这个是每个地方不一样吧。 그리고 결정의 순간 결국 남성은 소개팅을 포기합니다. 그러나 이 춘장녀는 100만 위안의 남성을 여전히 포기하지 않고 다른 남성을 찾고 있다고 하네요. 와우! 여기 심각한 연예인병에 걸려 남친을 버리고 다른 남성과 동거 중인 춘장녀가 있습니다. 남친은 그녀를 되찾고자 도움을 청했는데요. 我是单身，我不可以去结婚吗？ 你征婚的条件是什么呢？就随时随地能够二十万，随时随地能够二十万。这时候主持人就问了：“那得有多少钱才能叫有钱呢？”这个开支平时大概要多少才能符合你的标准和要求？我觉得应该是家庭条件要在100万以内。참다 못한 남친과 관객들도 한마디씩 해대는데요. 那就是拜金，脑子就是进水了。现在你是否具有那个条件，让别人给你100万、1000万呢？我怎么没有这个条件啊？我当然有啊！我貌美，西施貂蝉，又有才华，又有文化，然后我又是学表演系的，然后又会唱歌跳舞，我心又善良。 심각한 연예인병에 걸린 춘장녀가 자신의 가치를 입증하기 따며 춤과 연기를 뽐내고 있습니다. 母亲姐还要进军演艺圈，成为圈内顶流。我会成为中国最红的演员，我会跟范冰冰姐姐学习温柔，这样才有男人要。
我会跟古天乐演对角戏。为了证明自己有这个实力，古欣姐更是当场展示自己的演技。帅哥，你们觉得我很漂亮吗？嗯，你不觉得我好温柔吗？赵姐，不要抢我的棒棒糖！天爷，你死得好早啊！皇上，你们被骗了，我才是格格，我才是格格。속이메스꺼워도참고보시는분들께감사드립니다그리고장담컨대네가연예인에데뷔하면내손에장을지진다62세의춘장녀가남편과사별로소개팅에나왔습니다상대는성실하게사는68세의시골농부입니다나存款呢你跟我说就行450个现如今儿子都成家就想着为自己找个伴了那他想找个啥样的伴呢最好别老麻将正经农村过日子立头立脚了解完双方情况后红娘立马安排见面见面后两人对彼此的印象그리고춘장녀는환심을사기위해남성의마음에드는이야기만쏙쏙해대며점수를따고있습니다就是特长是啥呢我做饭是特别好吃反正我一天也是就是愿意守着屋里屋外的啊就认可了我就想找个这样的그렇게남성에게점수를딴뒤에슬슬본색을드러내는춘장녀我20万你给我一个保障你要达到这个要求呢咱俩就是白头到老以前没要过彩礼现在找老头弥补过去的缺失你是来找老伴的还是来补差价呢这整的都像合法行骗似的有点懵了一开始我以为我听蹭了呢对不起来了你这根本的话你不是来哪的我20万是一个啥概念20万呢是大哥给四个儿子娶媳妇才花17万呢我自己得有个保障啊我自己我一点保障都没有我上这来伺候他呢不是伺候啊你们俩是相互的陪伴红娘本想着好好劝劝大妈但是她死活就是不听啊你得有个保障没有保障我 不是保障是什么保障是你跟他在一起过日子你冻不着饿不着你能吃饱能喝足不就行了不行孩子这事儿别说了说不通我别费口舌你像不了解你这张口的话就20万那你就告诉任何人接受不了我最低起码我心里得有个底呀、我伺候你我也乐呵啊결국춘장녀는자신의황당한요구를들어줄다른남성을찾아헤매고있고남성은중매자가소개해준다른여성과뜨거운만남을진행하고있다고합니다오늘은자기분수도모르고황당한요구만을하는중국춘장녀들의이야기를들려드렸는데요자신의꿈을보고달려도하루에한번씩은꼭거울을봤으면합니다지금까지시청자들이키우는채널빡센이었습니다감사합니다